看咱乡亲的新闻，头一条来关心。素材乡有阮阿港、粉窑兵营、甲关公工厂等景点，是中华沿海地区的重要观光乡镇。尤其中华东路，阁是通往即个江滨工业区的主要道路，路面年久失修破损，影响着驾驶人的行车安全。中华县政府因此是来编列着1790万的经费，讲要来改善着中华东路环等行人。地甲保障用路人的安全。陕西有阮阿港、蛤蟆兵营以及知名的观光工厂等旅游的景点，是中华沿海地区重要的观光乡镇。但是中华东路年久失修，路面老旧破损，沿路修修补补，影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。这段咱所谓村里内底有要搁接管的无？有，如果你要接管的，爱紧讲，村里长爱向公所有人要请无？你若有，你来紧讲，阮真应该你的管线留下来。中华县政府一注1790万的经费，要来重新修缮这段大约790公尺长的道路。县长王惠美会同各级民意代表来到现场会勘。主要是有四个路口，咱因为咱即马拢人行炼狱，咱来甲人行哦，爱咱人的即个进出来过后，所以有四个部分哦，咱来做即个路口标示啊，增设三个我们的这个庇护岛，那51个人行道的无障碍的个坡度，咱来改善。那我们有一些孔盖也要下地，拢总啊五个所在哦。那当然好多啊，咱的公所啊欢迎，咱的村里长欢迎讲，因为家呢啊离我们学校很近，所以是不是要网状啊？咱这个啊议员也欢迎，我们会纳入我们现在还没开工，因为咱预计9月开工，经过把这个部分经过给纳入哈。这个工程改善范围按台十四线开始到河线的位置，预计112年九月中旬开工，年底进程就当完工。希望到时阵就当摆脱行人地角的负面影响，全面提升行车甲行人的道路交通安全。多张新闻，叶宏武，陕西采访报道。